Hello， 这位先生你好，听说你叫阿妈，喜欢靠爸，靠爸不要紧，但是不要丢爸爸的脸喽。哦、oh, ，sorry sorry， 我不应该这么讲他的呀。阿妈可是藏鸡歪的儿子啊。No God！ 据说这儿子借爸爸的名字，没错，他标榜着藏鸡歪的儿子 ，Son of GY 来学人家搞音乐趴赚钱，结果 party 搞不成，害人家亏了几百万，他拍拍屁股就走人。GY 狗会不会被害去坐牢啊？如果真的被拖累，那就真的上搞叉烧，好过上擂喽。人家云满街就不同喽，不懂撒娇的男人啊，靠自己努力上位，做了个人和墨界的老板，厉害嘞！别看姚尚表面风光，当年还是尬名丢过的时候，导演可是一个镜头都不给哦。尬名，无心表妹，哎，无心表妹，啊！孔刘啊，孔刘，你猜猜看，他是真笑、傻笑、假笑，还是哈哈大笑？错，他是苦笑。All these women fell in love with your character. Yeah, character. It's not me. Not me. 胸口插着一把剑的男人，还要被诅咒，太可怜了。所以如果让我范叔选的话，嘿嘿，当然是学王冠霆那样，选个圈外的男人。电流冲！别看王冠霆演戏拍照都是火辣辣的，以为他是 bad girl。其实他是痴心乖宝宝，我也是和 Daniel 爱情长跑11年开花，结果还要是 long 的、wow. 而且强调绝对没有婚前性行为、哦、我相信你。我除了讲恭喜之外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。恭